真的是杀阡陌劫走了花千骨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除了我们三尊，还有退隐的东华，才知道仙老的封印。杀阡陌有再大的本事，也不可能无声无息地劫走花千骨吧？你说的没错，我已经把花千骨送到蛮荒去了。什么？蛮荒？ 蛮荒乃是这世上的绝地，你把先生禁悔的花千骨送去，不就是让他等死吗？那又如何？他是我长留的罪人，给他留一口气已经是客气的了。可就算花千骨有罪，他已经受了惩罚，这件事情不是已经……他经受的那点惩罚，只能让长留更加的不安稳。继续把他关在仙牢，杀阡陌能善罢甘休吗？用他的戴罪之身，换取长留8000弟子的性命，有何不妥？ 如果杀阡陌想继续救花千骨，他大可以硬闯蛮荒，不用再来我们长留闹个天翻地覆。你这么做是为了长留吗？我这么做更多是为了你。 沙阡陌把虎头抢走了，师尊真的是这么说的吗？太保，你别急啊，千骨被他们抢走是件好事，至少在这儿不用受苦了。说的就是啊，与其在仙牢里等死，还不如出了长留找他活路呢。你们就不觉得这事情有蹊跷吗？咱们长留山的仙牢里三层外三层全是仙术的封印，就算他是沙阡陌，也不能一声不吭就来吧。 你这是多虑了吧？师尊的话难道你也不信了吗？再说了，千骨已经艰辛万难，总算是熬过去了。师尊还有什么必要骗我们呢？你说什么？迄今为止，我连小不点的半个影子都没有见过，他们居然敢说是我把他劫走了，真的不是你？笑话，是我，我还会不认？ 我还怕他不成？单春秋，难道是你？淑君，不是我。好你个白子画，我不找你算账，你倒是先把账算到我的头上来了。哼，看来我是对你们长留山太客气了。 还愣着干什么？立刻起兵！圣君先不要急，花千骨还在他们手里，我们先查出仙简，把他藏在哪里才最重要。还找不到他的下落吗？你已经在这里5天5夜了，还是去休息一下吧。如果还找不到骨头的下落，我实在是寝食难安。 东华，你来一宿阁多少年了？算起来也有20年了。20年，你被我囚禁在一宿阁整整20年了。这是摄心丹的解药，从此以后，你可以不必再受一宿阁的控制了。 你自由了，你原谅我了，重要吗？我囚禁了你20年，已经足够了。人的一生，能有几个20年？
这是结界，会保护一宿阁，以后不会再有人伤害你了。你好好长大，好好练功。如果将来有一天想替你爹报仇，尽管来找我，我一人犯的错我一人承担。这块公石你帮我交还给师父，从此长留仙班，不用再提我东华这一号。是你杀了空瞳长老？怎么说是我杀了他呢？他为了夺取掌门之位，残害了自己的同门师兄，是他的错，我只是给他一点惩罚而已。至于他的死，完全是他咎由自取。你还敢打我？是我杀了你的父亲，那就由我来替他告诉你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这20年对我来说并非是囚禁，我只是想尽我所能弥补我犯下的过错。可是你们不是一直认为我父亲的死是罪有应得吗？这只是一个误会。想当年我们武仙满腔热血想维护天下大义，只是鲁莽了一些，错杀了老一宿阁君，让一个年幼的孩子失去了他的父亲，这是我终生难以原谅自己的错。好了，你随时都可以离开这里，我应该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不管怎样，这些年谢谢你一直陪着我。谭凡，悟狗，我来看你们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活在黑暗之中，我不敢面对我自己，也不敢面对你们。没想到当年的一念之差，会造成这么多的恩恩怨怨。没想到当年的武上仙只剩下我们三个，我用了20年的时间来赎罪，但却始终没有化解东方心中的仇恨，也没有能力保护得了你们。我最在乎的人一个一个地走向毁灭，如今就让我来结束这一切吧。
是谁？哎呦，哎呀！长得还挺漂亮的。是个女的，这细皮嫩肉的味道肯定很好吃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人世之外的蛮荒，神都不沾边的地界，只有十恶不赦的大罪人才受欢迎的地方。说说说看，犯了什么事儿啊？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你是神仙呢，还是妖精啊？你们看，这伤疤好像是销魂钉。销魂钉？销魂钉？没看出来啊，你年纪不大，罪过倒是不小啊。说说看，说说看。犯了什么事儿啊？让我们也热闹热闹。哎，你们管他犯了什么事儿，就是他把天上个窟窿也跟咱们没关系，把他绑了，明天一早开吃。走走走走，你把骨头藏哪儿去了？他道头神器，放妖神出世，死罪难免，活罪难逃。我已经把他发放到蛮荒去了。什么？流放蛮荒，这一切不都是你一手促成的吗？是我的错，是我错估了你白子华。我想不到你如此的狠心，你明明知道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得到盐水玉为你解毒。你以为不言顶的解药是夏子轩可以提炼出来的吗？竟是这样，所以他受审时死也不肯说出来。好一个长留上仙，枉费你聪明一世，竟然连这个都猜不出来。花千骨为了你才偷的神器，你却不闻不问，置之不理，你的仁义何在？他甘愿受罚也不抵抗，你却把他发配到蛮荒，你的慈悲又何在？他是我长留弟子，赏罚自有分明，用不着你来管。好，那我再问你，你又知不知道骨头为什么宁愿挫骨扬灰，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也要偷取神器为你解毒？因为他早就对你情根深重，难以自拔。一派胡言！白子华，你不要告诉我你一点都不知道，一点都没感觉出来。小骨是我的徒儿，仅此而已。你可以自命清高，但你怎么可以对他的爱视而不见呢？白子华，还是你已经爱上了他，不愿意承认。你可以瞒天下人，但你唯独瞒不了我。洪荒之力已经在花千骨身上了，他才是真正的妖神。你狠不下心杀他，又怕他妖火众生，所以你才封印了他身上的洪荒之力。难道永世将他流放到蛮荒，就是你白子花的两全之策吗？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就应该明白，这样做是对他最好的。白子华，你不要自以为是了。难道你不知道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他宁愿死也要待在你身边，哪怕一天也好。把他接回来，把他接回来！不可能。好，那我就先杀了你，再去救骨头。
是你，杜华，子华。想当年，我在逸秀阁，我就是一直看着东方长大。我一直想知道，究竟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，比我和师父做的都要好。只是有时候你有点执念，原本你可以更洒脱。杜华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你明明可以阻止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20年来，你的心中充满了仇恨。如果我的死可以消除你心中的仇恨，那我甘愿去死。我命令你，你不能死。你答应过我，要像父亲一样。东华，东华，你说话呀，东华！你还要教训我的东华，你说话呀！没有东华，你说话呀！奇怪的，不就是五行的颜色吗？啊！给我，给！哎呀，你还拿什么铃铛啊？你都会死的人了，你还拿着铃铛干什么？钱是我们的，吃了它才是正经。李子，欣欣，全是我的。兄弟们，快跑啊！
我知道他是你的弟子，但他也是你的劫数。你看看你现在，被他害成这个样子还不够吗？我知道你狠不下心来，所以我替你做这个决定。也许蛮荒才是他最适合待的地方。师兄，你回去吧。子华，我给你带来一些仙丹灵药，对你的身体大有裨益。不用了。我没事了，师兄，你请回吧。好。子华，不是师兄不信你，故意拿绝情池水试探，实在是你太多的举动过于反常，直到你道心依旧，没有丝毫动情，师兄就放心了。师兄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为了长留。我不会让任何人、任何事威胁到你。朋友，更没有人告诉我我是谁，所以我不知道自己叫什么。但是我相信，总有一天会有那么一个人到这里找我，将这里点亮。我叫唐坊，爹爹娘亲。哎，啊，我是你娘亲，他不是你爹爹。啊。爹爹，我是他的爹爹吗？等将来金榜题名时，我一定会娶你为妻的嘛。是，他不是你爹爹，我是你爹爹。是你爹爹？不是，是你。多吃点，爹爹喂你。来，看看看看。娘亲，我是唐宝，唐宝，你变成人了。最荒唐，耳畔独留狗林残响，地老天荒，不负苍生又负了他。走，说执念抵挡抵不过最真的谎，近在咫尺后出天涯。在下东方玉京，对天发誓，等我金榜题名之后，一定会回来娶姑娘为妻。姑娘，我还不知道你姓甚名谁，家住何处，我现在就下聘书，定下如何？
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长留上仙白子画的徒弟了。这千年冰莲是我从极北苦寒之地移植过来，我细心栽培了好些年，好不容易才开了几朵，你居然把它给吃了。法语不许吃饭。师父，师父，我不是故意的吗？师父，你怎么那么傻？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能让他们拿到流光琴。下次不要这样。知道了，师父。师父，你们小姑，只要能救师父，小姑做什么都愿意。小姑，不要。师父。在咫尺和楚天涯。恒吉兽，
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。眼下正有个人，他需要你，可以帮我保护他吗？向来不管闲事，别在我眼下碍事。紧张什么？不是你把人送到我的门前的吗？
是我的空灵，把它还给我。哼，我救了你的命，你不说声谢谢，一醒来就跟我抢着破铃铛。那不是破铃铛，把它还给我。我要早知道就让这破铃铛进屋，让你死在外面好了。五行相生相克，修仙之人讲究相辅相成，一面变得越强，另一面就会变得越弱。你这铃铛修的倒是没有短处，没有破绽。你是长留的弟子？长留山上魔岩生性古怪，生肖墨则玩世不恭，就算他们两个加起来也未必能够教出你这样的徒弟。你这个师父倒是颠覆了所有的修仙练武之道，也没有遵循半点常理，看来是非白子画不可了。想不到啊，一向不收徒的白子画竟然也会破例，而且还收了一个女弟子。你为什么会知道？你说的都没错，快把功力还给我。还知道抢功灵，看来身体恢复得不错，眼睛能看到了吧？破老鼠就能考得像那么回事儿，啊？师兄，那个朱然，其实我做东西真的挺好吃的。以前在觉心殿的时候，我经常做好多好吃的东西，就连师父。你还挺厉害的嘛，能让白子画那么狠心的来对你。我在长留那些年，别说是发怒了，根本都看不到他脸上有任何表情。真要让我看到白子画坐在饭桌前吃饭，我会觉得我在梦游。行了，别愣着了，赶紧吃点，一会儿我要带你出去一下。哦，好。
就是这里。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啊？你知道这儿有多深吗？是不可说，是我